让你拿什么赢啊？骑着一个卡组居然不问我要。臣好，不给你。不是他那个厂把我大头解了，他也赢不了。真新鲜。此时此刻，对面一定在说：“哦，彩虹啊，芋泥波波，哦，五点八，真新鲜，看不到。”手里面两个波波，底下两个波波，不亏啊！波波不打变传说，我的天啊！现在的人都喜欢玩这个吗？下一回这个就厉害了，这个也厉害，三个尸体，下一回估计要把这个先打了，然后这个他可能要解一辈子了。你手里面拿这么多波波不卡吗？我不撞他，我撞他，他能把这个解了。我不撞他，他还出不来。真的不会卡死你吗？十张牌里四个波波，谢谢。底下的波波倒是有点多。四具尸体，我想想看啊，这里。拿海拉可以破坏他的排序，他万一等一下真的爆了，我还是有一点点慌。我手里面这个局回血倒没关系，我这个牌有回血的，有吸血这种东西的。完了，看出了我的意图，炸了。可能要 buff 加这个了，这个费用太高了。如果我摇一个一杠一是三费，花掉五费，剩两费，我干嘛呢？有个突袭那个狂战就好了。好，过不来，扎实，吸血墙，我还是没有回血，天哪！你收获了勇士的折磨。出怪扛他波波啊，手里面都是波波。如果有个四二六，这个东西能防他。如果四二六叫 AOE， 四二六会过来，这个要出的，这把上个狂战。我觉得相信他出这个没有用，这又和我没有办法一个稳定叫杀的办法。四，如果这个撞四加四八九十，打不死啊，要么就回两血。我觉得回两血实在是太弱了。
信不过呀。那有四二六我就会死，因为一二第三个波波就打到我脸上，这是八血，这把这如果输了，这真的是少一个狂战，少个吸血。我来为演出节目，不会地狱烈焰加波波吧？哎呀，吓尿了！让你见识一下光头，我那个四费那个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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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多一点也随便赢，反正上一把就差那么一丢丢。这把这些牌 buff 都很好。Thank you。打战士就贪一点。这个一出，这个就马上可以 buff 好，但是大头没有办法 buff 起来，好像还是有点难受。但为了我的手牌，只能把大头先卖了。看看，下回合打这个，盾猛，血赚，宇宙战只有一张盾猛。四具尸体，当对面看到意识这个东西，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我家住，你认输。想想，我想去过一张牌。是贪呀，这个是贪的打法呀，而且不爆牌，就是是这样子的。这张牌 buff 了以后，关键是它的减费，对不对？打战是肯定要贪的。现在这个我还没有 buff 到最上，最上是加三加三，我肯定贪啊，差三个尸体。谢谢。他是不准备解我吗？不，你早晚得解的呀。他准备挂机等到修。那么我觉得两具尸体这可以用一个了。你别解，现在有一个很痛苦的问题是这个老板做不掉怎么办。他手里面是有一个硬币的，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拍了一个修啊？这里有一个比较蠢，但是他解了，那就可以。但可能是比较对的打法，就如果他不解，我可能两个全送掉。想一下哈。也是过牌哈，漂亮！太大了！我这，哎呦，我这老板估计出不去了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那说明他手里面拍的是没有修的。十费刀，他
拿的是剧毒刀，你确定你砍得过我？他可能疯了。我要爆牌了，我不想出。斗吧，我看你有几个斗。大，顶住。奥丁，我知道。对面还没有打奥丁，不需要着急。对面如果打奥丁了，这个墙一定要下。对面还没有打奥丁呢。这个先出一个小的。我好怕。那你拿什么赢啊？哦，五大，那你拿什么赢啊？我从现在开始不打你。哦，照片里面还有，完了，我要输了，好恐怖哦！又来了，又回甲了。你是真的坏，他又爆甲了。别，我还没打呢。当心，都是我的，我觉得没有节奏打 buff 了。我分怎么打上来的关你什么事啊？然后我的观众去，对吧，也就是随便说了一句啊，你好辛苦什么的，他还骂我观众是舔狗。哇，他凭什么？我的一个贵贵，搞笑了。
获取你对手看使用的上一张牌的一个复制，对吧？我都想给他蛇油，但蛇油不能给他，他万一有法强，蛇油是一张伤害，是不是？这把我还是没有吸血呀、啊，蛇油真不能给。爆了个伤害可以，对面可能是出怪，要么是冰甲，因为法反跟爆炸我都试过了，或者是右手第一张。我感觉他很像是个出怪，我要所有的玩具。怪，那给你复制个五杠二，也场攻有点高。冰甲，我这把两个吸血全沉了，那个吸血是我找的。打法师这个回六血不错了。没有法强但有减费。法反。赶紧把法强送掉，不让对面有任何复制的机会。可以。